的灯没有了。所以今天就是你们想听什么歌，如果我们会唱，我们就会唱，这是给这种单身朋友们的福利，还有刚分手的，那是可会挑时间了。杜凯没有听过，你要原谅他这种不怎么看影视作品的人。又亮了。想听南片晚钟，南片晚钟是会的，来吧。嗯，会的会的。我今天专门穿了一个非常符合喜欢做的主题的衣服。要不要用一下？那卡斯迪是坏的。坏的是吗？嗯。发生的事情和你最近在干嘛？我最近因为众所周知，全世界的音乐。